他 EQ 过来 A 都打不过他，天哪，我还想跟他 battle battle。他哪来的16个刀啊，我都纳闷了。他怎么会16个刀呢？F6 加三狼啊，他是直接去我野区看了一眼，但是他不是从这儿来的。操，他好像来蛤蟆了。这个现在得吃啊兄弟，不然给他吃了。接尾六了，宇文也来了。我操！我死了。宇文没闪吧？哎，我经验怎么会涨了一点呢？潮虫能分经验吗？我操，他这两个 Q 都是预判吗？我都出草了，他还往草里边一直。蓝谁的蓝？我的蓝，我真服了。400，咋的？你这么菜，你要干嘛？
确实不该打，还行。 哎，我没，哟，操，也还行，我没出来。 这个，那皇子这个英雄怎么伤害能这么高呢？ 他怎么可能会去游呢？ 我们爸，哎，别啊！ 这也行啊，但是人头不是我。 Has been slain. 打开。
中单145层，小火龙的多少层？ 好像搁这蹲着吧。Nice， 小火龙133层。 这永恩应该会猜的，12级，应该打不过。Rampage。 伤害好低，我一开始有惩戒就好了，惩戒把那个炮车给惩了，孤立就杀了。 小皇子，你过来干什么？
这波 AD 有点上头了呀。 来单挑，死不掉了，无息烟火，还差50。 哟。 皇子我能秀的，你在装什么？觉得我秒不了你啊？ 没惩戒主要。 哇，你这个一。 真是傻子克高手的，他这个。
一直被干扰刷野就已经是属于，属于是不应该的了。你应该想的是怎么样，让他尽量的不阻止你太多的一个刷野，而不是说被这样的怎么办？被这样的就已经很难玩。 我操！啊，武龙魂，我装逼了，我抽了个猿狐，我抽个焚天全杀了，我想把他们当猪杀，焚天就一次性，猿狐能一直杀。 这里包括这里看不到，能看到他就不会傻乎乎的被我那样子给偷了。太脆了，直接就被秒了。其实这个龙魂给了也无所谓，我们两条龙，我们自带两条龙。 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这黄子走了，没想到他会抢。稍微打一下我就血没了，真不该装逼的。 血又没了，还没回复，哎，真难受。皇子呢？这不上，你这不上。有人要来送了，没距离应该是，有距离上。